我们将由你们创造。彭于晏为戏宣传新片，节目上为女孩们加油打气，和演员廖凡手比爱心，没想到镜头却转向绯闻女友林嘉安身上，引起热烈讨论。五官深邃，浓眉大眼，林嘉安2014年间被拍到进出彭于晏家中2个小时，女方就离开。恋情传了4年，或是与拍戏男演员传绯闻，却在13号无预警在 IG 上发文低调结婚，透露为了 baby 健康，谢绝咖啡酒精，不再熬夜，大方公开孩子的爸其实是圈外人，从事服装设计工作，因此减少工作量。梦想里存放许多，不在乎被谁偷走，我只有一之后演出偶像剧，最近在大陆比赛节目打开知名度，不过现在传出结婚消息，因此让彭于晏的粉丝大喊太好了，情敌少了一个。记者林俊峰、林玉涵台北报道。